早餐楼准备好了，我们就摘柚子吧。好啊，那走吧。走、啊。弟弟，这几天我没在家，你辛苦了。没想到你把家打理得这么好。傻子，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倒是你那么辛苦在外面奔波，别人不理解你，我还不理解你啊。弟弟，谢谢你这么支持我，这么理解我，但是我还是要表扬你。傻子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嫂子，等一下卖柚子，你自己一个人去卖哟。老婆，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还什么意思？卖这么一点柚子，要那么多人去干嘛？这一担柚子这么重，嫂子一个人挑去，怎么行啊？前几天他在外面玩得那么开心，我们在家力死力活的，今天他一个人去卖点柚子，怎么就不行呢？好，你不去就算了，我跟嫂子一起去。那不行，你也不准去。老婆，我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原来是人家之后我一个人去交钱。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别说了，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，你们就在家里吧。傻子，你一个人行不行？没事的。好，自己弄的啊，多少钱一斤？十五块钱两个，卖完了。怎么不去帮你嫂子卖柚子啊？哥，卖什么柚子啊？你们都出去了几天，现在回来了，我们不可以歇一下呀？弟妹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嫂子在那里直播站了一天，难道她不累吗？是啊，老婆啊，上次我们不是也出去过一次吗？当时你一个小时还没站，就说累了。再说我们在家也没做什么重活啊。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别说了。牛粉，我们出去这几天，家里还真的多亏了弟弟弟妹他们。知道了知道了。